今天呢，我准备介绍几个画，今天呢，首先呢，看一下这个吴冠中的画，是吧？这幅画呢是在81年呢，81年、82年，就是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课的时候，就是画的草画，是吧？这是水彩画。这是一张，是吧？这也是，同样的是81、82年哈，在中国人民大学，教课的时候，画的这个画，这个作品画，这个作品这个画呢，在这个香港呢也已经拍过，那价格那是不菲了，那就不讲那些了啊。这个呢也是，是吴冠中，就是画的草画，是吧？素描，他这个呢是在那个四川，这个画完了以后，这是98年的时候啊，画完了以后，这个可能是也在学校展过，这是啊，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那个说展过呢？他后边有这个，有这个字样，是吧？他。还有这个也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抄抄，就是画了几笔。这个呢，你看那后边吧，有这个。36。这后边呢是四川。2005年，可能是就是，画的是不是也是桥上燕子，是吧？这是他的那个sign 和他的那个就是戳啊，这也是水彩画，他这个呢是宜兴美术馆的收藏过的，这也是，吴冠中的这个也是素描吧，是吧？也是，这也是，就是吴冠中的素描，这两张。都有他的戳和这个他的那个签字啊。